出品。新闻脱口秀，妙语说天下。列位观众好，这里是辽宁卫视2021年全新改版的每天中午12点准时为您播出的说天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梦想着手握支票的老杨。大家中午好啊，我是纠结到底抢不抢车票的新月。嗨，各位好，那我就是期待着喜中彩票的全媒体主播郭小健，在直播间恭候大伙多时了。要说这票票票啊。